不知道谁去找的。这个草莓从哪里找出来啊？不错不错，我用比较喜欢用双手，可以活动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我7月15号到阿根廷，我们礼拜二就回家了。每一次到最后几天呢，心里面都有不舍的感情，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阿根廷这么多年呢，都经历很多的事情，都大家弟兄姐妹，真的是有弟兄姐妹的感觉。这一次呢，特别有感觉，因为看到教会真的成长了。神带领刘牧师师母，他一家四口啊，跟我们一家四口差不多。其实我们一家四口就年龄大一点点，他们这个我的儿子还是大一点。但是呢，感谢神，他们带领教会侍奉，非常感谢，我们都非常，我们跟两位长老都非常感恩。我们知道教会呢有一个新的一个发展，在刘牧师他带领之下的同工们一起同心侍奉，我们要向附近的人传福音。要把教会来兴旺起来。上星期我讲了23篇，今天讲24篇。23篇呢，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他是带领我们。24篇呢，他是可以把那个PPT 放下来。24篇呢，就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其实呢，就是一个敬拜。有人说这个诗篇呢，他是大卫呢把那个约柜从外地带回耶路撒冷。你知道我们耶路撒冷呢，原来不是以色列的城市，是外邦的城市。大卫把它攻下来的话呢，就把约柜迎进去。所以有人说这个是大卫进来，所以当时还说，众城门呐，你们要高举，你们要起来，就是约柜代表耶和华进来。所以当时这个图画，有些人就说这个不是单单当时，以后呢，成为以色列人打仗打赢了以后呢，回去以后呢，就有这种不是单打赢了仗，乃是把整个好像耶和华与他们出战，现在回到耶路撒冷进城门，一个敬拜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可能一开始呢，就是约柜进去那个时间，他好像给我配合的还不错。那然后呢，不用的，我的声音还是比他大的，小孩跟我给配合哈，以后讲带领他可以讲到了，先带领他。然后呢，就是前面整个有对话，一讲一回是这个意思。诗人要去耶路撒冷，一开始的时间，第1、第2节呢，就是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，他把地建立在海上，安定在大水之下。他们往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是一个高地。从右边走，往山的，他们去干什么？去敬拜耶和华。他们可能打完了仗，现在回家了，要敬拜耶和华。我们今天来教会，有很多的原因，但是呢，有一个原因要成为我们的基础，不能缺少。有一个原因要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原因，可能有好多原因，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呢，是敬拜耶和华。我以前回教会的年轻人嘛。回教会了，有一个原因就是找漂亮的女孩子。这个难免，谁不知刚刚碰到这个女孩子就是师母，所以从此就不用再找了。有些人呢，去教会呢就找朋友，哎呀，我很胖，一个星期没见到她，所以跟她聊聊天。小孩子说：“妈妈，我要去教会啊，为什么我的好朋友在教会？”那好多理由都不是错的。有些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个，有一次我的爸爸当时他回家，我去回到香港啊，我住在学校，有一次看到我爸，哎，我说爸爸你来干嘛？找你呢？你不回家，我知道你不在学校，但是星期天在教会一定在那边，我在找你。他来找我以后呢，后来就信了耶稣了。说很奇怪，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理由，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我们来教会是要敬拜上帝。”敬拜什么样的上帝呢？这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。那我们一般读这个经文呢，不太了解它的意义。耶和华呢是以色列的神，那以前的神呢都是跟国家跟民族分不开的，
以色列的人的神是耶和华，非利士的人他们的神叫巴利，我们中国的神什么？我们中国的神，每一个民族要他自己的神。比如说我们是强的话，打败你的话，你就跟我的神，跟从他的神。所以以前 的神呢，基本上都是跟民族、国家、群体分不开。但是呢，大卫说，我们的耶和华不是单单救我们出埃及，不是单单属于我们民族的神，乃是创造天地的主。那这一种呢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事业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属于耶和华。以色列人是敬拜上帝，是敬拜一位创造天地的上帝，而且心里面不是来，哎呀，我们找耶和华帮助我们，这个是好多以色列人以前都有这个想法，耶和华，我来找你帮忙，帮忙帮什么呢？给我生孩子，我要孩子，求耶和华帮忙，我要打仗啊，耶和华帮我。耶和华不是单单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神，保护我们的神，也不是单单要祝福以色列人国家的神，耶和华是传递的主。我们进到这里来敬拜上帝呢，不是单单敬拜华西的这个耶稣基督，不是单单敬拜阿根廷这个某某地区一个教会，乃是敬拜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神，是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一个让我们心里面感觉快乐平安的一个神，乃是敬拜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宰，他是我们真正的主，我们称他为主耶稣，主的意思不是一个字那么简单，乃是真的是确认耶稣基督天地万物的主宰，就是我们信仰的对象和核心。我们是他的子民，上帝是我们的主，这个是非常清楚。第二个事情，他把地建立在海上，安定在大水之上。听起来就是说神安排个人的事情，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，因为犹太人呢，他们是陆地的民族，害怕水，所以大水呢，他们是害怕的。所以这句话说他把地建立在海上，安定在大水之上的话呢，其实有一个意思说，我们所敬拜的一位耶和华这位神呢，不是单单创造天地，好像个科学的理论啊，创造论啊，进化论，乃是为我们的人生，为我们的社会，为我们整个世界地球整个宇宙万物提供一个稳定。神能把地建立在海上，大水很恐怖，但是都能安定的话，我们敬拜的耶和华上帝，他是一位稳定信实的神。这个有背后有个很重要的意思，所以我们敬拜耶和华创造天地，同时之间他是一个守约的一位神。神是天地万物的主宰，宇宙万物守约都是这么伟大的一位神。好了，谁能配得去敬拜他呢？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金句的话，第二，那这里我把这个写的话呢，就把这个句子的重点说出来。问题很简单，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为什么登山呢？锡安山，耶路撒冷是这个山上的，所以当时犹太人就往山走。以色列在可以低到水平线以下的很多，然后呢高到几百一千米，一高一低差很远，所以要去耶路撒冷的话要登山的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？就表示谁能去敬拜上帝，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，或者是会幕，或者是圣殿，就是去敬拜他、侍奉他。谁配得去敬拜上帝？谁配得去侍奉上帝呢？有一种人，就是守节守，不是脏的，没有洗手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做一些清洁的事情，不是做坏事，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，守做些光明的事情，干净的事情。心守来自心，心
对上帝是清纯的、清洁的、单纯、单一的敬拜上帝，不像虚妄这个词呢，比较好的翻译成为不像偶像，也是心清的一种，心里面对上帝是坦诚的、单纯的，心里面没有偶像的，单一的敬拜上帝。然后呢，刚才前面就是手吧，中间两个平衡，前后也是平衡，前面是守节信心，手不做坏事，后面岂是不怀诡诈的人。岂是是什么？嘴巴，手做些干净的事情，嘴巴呢不说来自诡诈的话。那当时启示就说，比如说我给你做生意啊，没问题的，好，我启示，我没骗你。那启示在上帝面前启示，这应该对应真实。但是好多人用不同的方法啊，没问题，我不用耶和华的名，我是指着天启示，其实骗人。神呢是真理的神，他恨恶嘴巴说外语，恨恶嘴巴撒谎。所以这里说，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谁能配得去敬拜上帝来侍奉他，是出一个心清洁的心，单纯的心。然后呢，他的行为无论是手无论是嘴巴，都能不说不应该说的事情，手不应该做不应该做的事，不应该做的不做坏事，守节心清，嘴巴不撒谎，这个人，这种人才配得去敬拜侍奉上帝。那在这个标准面前，我们发现我们常常不行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手有些时候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，拿了一些不应该拿的东西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嘴巴呢，我们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常常犯那个毛病。就是我们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事情，以致反映出我们的内心有很多不同的事情。为什么我们做呢？为什么我们是这样？因为我们内心里面没有单纯的对着上帝，心里面有很多的偶像。圣经当中有两个王，一个是当时以色列第一个王叫扫罗，又高大又英俊又有才华。第二个王呢是大卫，他出道的时间没有那么高。大卫两个王都是神拣选的，扫罗王呢，但是神说他心里面不是对着他，后来神就弃绝了他。大卫王后来他的心里面对着上帝，虽然他犯罪，其实扫罗王犯罪，大卫都犯罪。那我们你问那个小孩就知道，去了冬令营，他们就讲大卫的故事啊。大卫犯罪啊，大卫犯了奸淫的罪，后来要杀了人。但是呢，扫罗王他们两个人的评价呢，虽然大卫犯罪，他真诚的悔改；扫罗王常常犯罪，没有真诚的悔改。问题在哪里呢？他的心出问题，他的心里面呢，永远放不下自己啊。他心里面总是担心人家怎么看他，不应该做了还做了。而且呢，他手啊，明明看到大卫是英雄，帮助他，又用刀把他要把他杀死，而且呢，嘴巴说一些不真实的话。他的儿子又拿大跟大卫是好朋友，还说他你呀、啊，跟我那个人呐、啊，要做朋友的话，你要死了，他要害你，他要拿你的王位。大卫没有去要占取他的王位的意念，他的手，他的嘴巴呢，乱说话，做坏事，为什么？他的心里面有偶像啊，有自己，他心里面没有神。大卫呢，他犯错，他跌倒，但是他真诚的悔改，神原谅他。当然，他犯了错误，神审判他，犯罪以后的儿子死掉，还是刀剑不离开你的家。但是神的恩典怜悯呢，他的心里面真诚的对着上帝犯罪跌倒，但是让你悔改。那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这里敬拜上帝，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诗人说得很清楚，诗人没有说，哎，你们都是完美，不然的话你不能敬拜上帝。诗人没有说完美，他们说我们对神这个心要清清楚楚，
大的放下，我们对神是不是心清？心里面有没有偶像？假如还有偶像，有金钱，有权力，有荣耀，有虚荣，假如有这样的偶像的话，我们要把这偶像除掉，把偶像赶走，让我们能够心清。没有偶像的话，我们的手就清洁了，我们的嘴巴就没有诡诈了。那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，我们每个星期来敬拜上帝，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？在神面前没有隐藏的，对不对？别人不知道啊，你心里面笑，但是里面是痛苦愤怒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上帝知道。你的心是不是心清？人不知道。你的手是不是干净的？没人知道。你的嘴巴里面有没有诡诈？人不知道的，但是神知道。我们来到敬拜上帝，神要我们守节心清，我们的心对着他。假如我们的心还有偶像，那些来把我们的心的位置占去了，今天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拿走。因为上帝是配得赞美的上帝，上帝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做王。下一个，再下一个，跳脚。众城门啊，你要抬起头来；永久的门户啊，你要把头抬起。那荣耀的王这样进来，就好像上帝要进来了。这个城啊，你城门都抬起头来，然后呢，那个城门都举起来，就好像那个城门都不够大了。上帝要进来了，上帝荣耀的王要进来，要进到耶路撒冷去。今天荣耀的王要进我们当中，荣耀的王就好像我们想象一下，当时就是荣耀的王从这个百分之一公园那边要进来了，我们就打开门呐、啊，那个门我们门太小了，把它拖拉一下，这个门就打开，让荣耀的王进来。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图画吗？众城门呐、啊，第九节是那个抬着月柜的一些人，哎，城门呐、啊，开门，里面的祭司说，那荣耀的王是谁呢？然后呢，就说荣耀的王是万，那个不是这个，在前面一段第七的八节，两个重复两次，荣耀的王要进到耶路撒冷。今天荣耀的王主耶稣基督要进到你的心里面。假如我们的心有偶像，我们的心不干净，我们的心里面还有诡诈的话，我们要让上帝把这些心来弄得干干净净。荣耀的王是谁啊？他是有能力的耶和华，是战场上有能力的耶和华。那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耶和华是打仗的，战场上打的是什么人啊？敌人吗？上帝的敌人是谁啊？魔鬼邪恶。神是有能力的，他进到来要打胜魔鬼撒旦。今天神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，把我们心里面不干净的东西把它赶走。神是有能力的，他要审判啊，他要审判我们心里面的罪，他要把我们的罪把它干弄走。我们可能在罪恶的捆绑当中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常常犯罪。神要把我们的罪，把魔鬼撒旦完全打败，因为他是有能力，他战场上有能力的耶和华。不但如此，再问第二次的时间，荣耀的王是谁呢？是万军之耶和华。第九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在旧约圣经出现了200多次，很多次呢都是万军之耶和华。万军就是天使大军的，好像是这个统帅带了大军，天使大军，荣耀的降临。万军之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？除了说他是蛮有威严，更重要的是好多的先知啊诗人说，哎呀，万军耶和华你来帮助我吧。前后呢常常出现一个事情，就是说他的子民面对困难，万军耶和华来拯救他。荣耀的王他要来，他要审判，他要赶走我们心里面的不洁净的东西，把我们的偶像除掉。他有能力做，
他就打败了所有魔鬼下的事情。同时之间，万军耶和华是信实的神，他来到我们当中，他要拯救我们啊，要施慈爱帮助我们。好，回到第七第八节，第六第七节，荣耀的王要赐福给我们，要蒙他的神使他诚意。万军之耶和华信实的神来到我们当中，他要帮助我们，他要我们成为义。亚伯拉罕相信上帝，神称他为义，我们跟随上帝，神赐福给他，让他能够与神和好。今天我们自己内心要欢迎万军耶和华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相信他，而且呢相信以后第六节，寻求耶和华的慈悲，寻求你的面，寻求意思就是追求啊，跟随意思。荣耀的王来到我们当中，要洁净、更新、改变。然后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追求上帝，我们要跟从他，我们要聆听神的话，我们要学习寻求耶和华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人生当中，我们要让上帝荣耀的王来到我们当中。在旧约当中呢，人要去圣殿敬拜上帝，今天我们还要去单单去教会敬拜上帝吗？不是，保罗说的很好，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我们敬拜上帝，每天在人面前，在世人面前，就是活在耶和华的面前。我们不需要去耶路撒冷，就是看耶和华。我们每天生活，打开眼睛一看，每天生活就活在耶和华面前。我们要守节心清，我们要心不群，没有虚妄。然后呢，我们要起誓不怀伪诈。我们每天生活，耶和华荣耀的王要住在我们心中，住在我们的殿里面，住在我们教会当中。那我们要每天寻求他的面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做基督徒好多年，但是呢，我们跟随耶稣呢，仍然都是没有具体的在神面前有一个立志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没有真正的说我要守节心清，不像虚妄起誓不怀伪诈的话。今天让我们读这个经文，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清楚的决定。因为经文说得很好，荣耀的王要进来，进到你的心中，荣耀的王要审判，荣耀的王要拯救，我们要寻求他的面，追求他，跟随他。让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对我们教会是个更新的一个时间。让我们今天敬拜上帝，每一个人我们的心就让上帝的荣耀充满我们的心。有上帝的荣耀，我们就对罪说，我不要再犯罪，对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不要做，对魔鬼撒旦说，你控制不了，我已经得胜了，因为耶和华是有能力的。对邪恶、对犯罪，我们都能说，上帝帮助我，从今以后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从今以后我要追求上帝，我要活在他的面前，求上帝帮助我们。今天上帝要进到我们教会里面，我们教会要活在守节心清，活在真理，活在公义圣洁的生活里面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教会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成为守节心清的配得去敬拜上帝的弟兄姐妹。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慈爱丰盛的主。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，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罪，我们常常得罪你，我们说了很多不应该说的话，我们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，伤害了人，伤害了我们甚至我所爱的人，伤害了你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今天求主赦免我们，
今天求主来你的怜悯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我们是你的教会，我们是你宝血所建立的，我们应该活出公义圣洁的，但是常常我们没有活出来，我们仍然让罪来捆绑，来搅扰我们。主耶稣基督啊，今天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凭着你的话，我们求主帮助我，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能力，我们好好的跟从你，我们要寻求你的面的子民，我们要追求你，我们要聆听你的话。神啊，帮助我们，我们要彻底悔改，好像大卫一样真实的悔改，愿意重新的更新，跟随你自己的话。主耶稣基督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万军耶和华，求你保守我们，有能有力的上帝，求你为我们打胜，复活的耶稣基督，我们仰望你，求你帮助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，阿门。今天有两个重要的宣布，就是要关于教会的事情。一个宣布呢，就是张建礼弟兄将修言姐妹礼拜三给向我跟牧师跟同工会辞职，暂时不来教会了。第二个事情呢，就是近日有人关于王红姐妹 Lucy 的很多的一些传言啊，关于还有一些会友啊，我经过在过去两个星期广泛深入的调查，确认这些是谣言，不真实，不是真实的。所以随着那个人的离去，这个事情就结束了。知道我们的教会要建立在真理上，不是建立在谎言，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守洁心清，不像虚妄会启示，没有伪诈。教会要建立在真理方面，开始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按照真理而活，都要活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。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要认罪悔改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不是守洁心清，但是神的怜悯帮助我们，耶稣基督的宝血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从今以后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整个教会活出一个圣洁的教会，好吧？我们一起起立唱耶和华赐福你们。